Yeah. I need some help. 哎，这是你专长啊。来吧，师傅，来吧，给我单挑一下。专长是最后那射门那一下，前面我不专长。好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Ready. 哇！所以于根影响采取的战术是几圈？几圈？我第七圈了，所以我准备第二轮再发力。好，好。我真晕，明显能感觉出来 Allen 的步伐已经比较老迈了。我步伐老迈跟我转圈没关系，好，本来就老迈。这个时候我觉得在这个年纪了就不要犹豫了，往前走就好了。斯外格怎么像个盗贼？你脖子好长啊，年轻人真的想在抢你的机会。斯外格居然抢先拿到了这个机会，他踢进了没有？他踢进了，他居然踢进了。好，除了赵让之外，苏醒老师继续找赵让摘下了帽子，所以回到原点转十圈。好，艾伦素，现在你先站定位置来，你觉得这个时候，你觉得你的人生应该往哪边走？朝向我的兄弟啊。对啊，我在哪儿，那个球就在哪个地方对应的呢？你在哪儿？对啊，在你这儿不对吧？对啊。哦，对，你看，哎，这不就是聪明吗？是不是？需要微调吗？什么？你怎么知道再往右边一点点？好，赵让再给你抢机会。完了，赵让。往前，赵让，哎呦，赵让在找，赵让进去了，哎呀，哎，这为什么踢这么准啊？于耕耘只转了七圈，不够，请回到原点。我觉得这个球太近了，难度太低，球应该放远点。是吗？那就这样，赵让，帮醒哥把球放远一点，他想挑战。十圈了，三圈。哦，这个真的好，好远了一点，真的选一点点。六七八九十，好，艾伦素就在你的背后，有一个点球。完了，于根影在往前冲了，他都往前冲了。那个，来来，你带着我，你带着我。这个时候是像看于根影想进球，还是想就是混的久一点？不是。小鱼啊，哎。球还有没有以后有没有发片的计划呀？哥，来，我给你找球，在哪里？你直接把自己头当球，不行。球在哪呢？哥，别弄，我在不在这儿你就。看到了吧？看到了。我看，门在我正前方吗？对。没进哥，请苏醒老师回到原点，于耕耘也要回到原点。弟哥，我暂时没有发片的机会了。你加油，你把球踢进去好不好？解救他们。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你们两句话。哎哎，那边，我来。哥又开始思考人生了，然后小鱼啊，你这干嘛一直拿着冲击波呢？我怕碰到那个铁框。让你找球，不是让你找门啊。这个逻辑还可以。哎，哎，擦球而过。你最后来个帅的，来个冲刺，有点太准了，冲刺直接一脚把他踢进去，往后 ，OK， 四步，踢，还没踢进吗？踢空了的。这样吧，你先站定，站起来，正中间是吧？记住了，左右左踢，
左右左，对吧？对，直踢。进了吗？踢进了。挑战成功，获得十个分贝币。可以。哇，我们满了，够了，不玩了，够了，不玩了，我们不玩了，不玩了，够了，说啥也不玩了。给我两个。我们对于演唱会的规格就已经满足了。所以目前为止，我们分贝家族的分贝数量一共有42枚，恭喜各位。所以呢，你们获得了我们的豪华舞台，我们的豪华舞台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哦，哇，看来高配还是可以的。